突发消息，欢迎再次观看9:00新闻。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9月28日，中国内资银行郑州银行今日通告提到，收到江涛的辞任报告，江涛因工作调整辞去首席信息官职务，辞任后江涛将继续担任郑州银行002936创新业务总监。截至本公告日，江涛持有郑州银行4.7万万股 A 股股份。截止到现在为止，未有相关消息显示是何种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。据悉有关江涛，网络资讯显示，英语 G2 1999年4月30日出生，香港歌手及演员，现为男子组合 Mirror 成员。2018年，江涛参加由香港VTV 主办的偶像选秀节目 Good Night Show 全民造星，是参赛中具较高人气的一位，最后更以大热姿态成为冠军。其后以该节目另外以11位参赛者组成男子组合 Mirror 出道。从出道至今，江涛期望香港新时代歌手可以与亚洲乐坛重拾重要的地位。近年来，江涛更开始进军影视界，成为歌影视三栖艺人。